我是贝克，我是丁贵族，欢迎收看《军人新闻》。新的三月二三，就是白沙屯妈祖来到北港进香的日子。每一年吸引上万名的信众来参加。今年目前有128,000的信众来报名进香。军人祭祀文化协会延续在旧年的活动，今年报名进香的人数只要破150,000人。同样就来抽奖，送出一尊九指头的妈祖，希望推广白沙屯妈祖进香文化以外，也让更多人对着妈祖的脚步来到北港祈求平安。国历三月二十三号，就是白沙屯妈祖来到北港进香的日子。每一年拢吸引上万名信众来参加，今年已经有超过120,000的信众来报名徒步进香。婚姻祭神文化协会延续旧年活动，若是今年报名进香的人数破150,000人，就会抽奖送出一尊高志小妈祖。嘛，希望借着白沙屯妈祖的力量来保庇大家。大家共同研究讲，啊，无咱来突破40,000人，再来特别回馈一尊。高级秀的妈祖，阮以下公开抽出号码，好啊，对的人。3月23号妈祖会暖迄天，中昼12点，我会请主任委员安文华，恭献将妈祖大殿门口口来颁奖。啊，拄好刚好我老拄啊做缘分，参与做即阵咱这白沙屯妈祖，哦，啊，当然借这个。白沙屯妈祖这个文创会当延续。高志修妈祖工艺师嘛指出，即阵妈祖布置制作时阵有拄着困难，嘛向白沙屯妈祖来祈求顺利。经过长久的研究努力，才会当完成作品。要甲做这造型的过程当中，其实面临足济问题啦，失败过嘛足济遍的。啊，不过吼，在这个失败当中，咱得去甲清洗，啊，伊得搁出一挂符啊啦、符令啦，啊。掺一土内底，哎，奇怪，有安尼做过了后，处理过了后，哎，咧做感觉足顺的，足顺利的。婚姻祭神文化协会嘛，伫今年推出相关的祈福小物，希望白沙屯妈祖神灵的力量来温暖每一个参加的信徒，嘛做伙祈求平安顺利。那这次的主题是人情味嘛，那我们就是将这次的一个色调啊，特别就是放用在那种橘色还有黄色，就属于白沙屯妈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色系的一个部分，好来欢迎他们。为着要迎接白沙屯妈祖甲10,000+的信徒来到北港，北港镇也全力协助大家来进香，也希望用北港人的热情来迎接一年一度的宗教圣事。啊，每一年吼，啊，因所付出的吼，真正非常的感动，尤其吼，慈善协会因所表现出来的，吼，坐这只香灯卡吼，每一处。拢有真深的这个感受了哈。啊，咱北港公所除了配合哈，提供着咱北港体育馆、调北港调天宫后边第二市场哈空间哈，来和咱的乡丁卡休困以外哈，嘛提供着咱游泳池，和咱会当做盥洗啊，老人会馆哈，会当和咱休困啦哈。白沙屯妈祖准备伫3月18号起驾，3月23号来到北港。欢迎全国信众做伙对着妈祖婆的脚步，祈求平安顺利。记者陈嘉欣采访报道。